球不？大家可以看到，你们面前有一些写着中文数字的骰子。其实骰子作为博具的一种，在中国的起源很早。秦始皇陵中就有出土过一枚石头制成的十四面体状的骰子，也是中国最早的骰子。我们今天的道具就是以此为原型设计的。 孤注一掷，每位大人通过推动大球撞击五个骰子，获取数字组合。大人们可以选择是否保留骰子上的数字。如果选择不保留，将进行第二次推球。两次推球之后，根据每人最终保留的数字组合进行排序。排名最高的大人可以获得一块线索玉佩。如果数字组合相同，则数字大的一方获胜。 保留哪些数字？那个数字就单拎出来了吗？就拿走了。啊，也就是第二次再击的时候，可能就不是五个了，可能是三个或者两个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吧，谁先来？他们人多，他们先吧。哦，他们先吧。一个他们，一个我们，一个他们，一个我们。好，那陆姐先来吧。我先看看这个力量大不大啊？哦，这个挺轻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撞的力量要大一点，尽可能的多把他们打倒，你的选择就多了。OK。 来来来，走你！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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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！五，六，这三，现在是三四五六，然后两个四。那你直接摇二就完事了，把四拿走，摇二呗。首先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球，我可能都打不到这一个。打得到，打得到，打。我现在给你摆出来啊，给你放这儿。现在是四，三，三四。 三四五六，你看那俩，一看就是。刚啊，干的那是老大的活吗？我知道是那是老大了。四五六，刚才我那信封，反正有人看见，我感觉他们肯定会投你。我一个普通人给我投回去干嘛呢？我觉得你反而装秦王更好。 秦王，像我觉得你被投去也没关系。我是秦王吗？就对你一起惊呼。我还问，我说我是秦王。你是秦王？我说我是秦王。你给哥整懵了。 我觉得咱们可以拼一把，直接变成最大是吧？对，去那个吧。来来来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二，也是胜利的意思。Victory， 一、二、三，不会擦过去了吧，大哥？三，对儿三。 这玩的就是精神，刺激，没问题，玩的就是刺激。我来。OK。二二三四五，那你就拿个二呗，是吧？你万一整出个一来，你就一二三四五了，你就天了。那就赌一把是呗。对呀、啊。我快速解决。 那就拿个二呗，是吧？你万一整出个一来，你就一二三四五了，你就天了。那就赌一把是呗。对呀、啊，我快速解决。一，一。目前重庆拥有了最好成绩，五个连续的数字。一二三四五。你瞧瞧，就这么有运。 那我先来，凯哥，凯哥，凯哥，哇，上面是有人呢！哇，耶，好有气氛！你们是怎么做到刚才一声都不吭的？
几几几啊？三个一，一个四。赢了呀！那我就争取五个一嘛，然后保留三个一。中你。三等，第三等，不错。草率是没有用的。先起个范儿。嗯。我是一号囚鸟。好痛。哎，怎么有点歪啊？好轻啊。一四四。一四四，哇！真深啊，见好就收吧。我的目标是赢掉你。当然要搏一搏吧。万一运气很好，还有个四，我就赢掉你了。四个相同的数字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考虑什么？反正游戏只会赢一个人，对吧？对。那我其实比凯哥高一点，没有。你先摇到四再说。啊咱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那就更不能让他过去了。对了，更得你就一辈子在这里吧。走你！哦，三，我保留三个三。两个三，两个三，两个，两个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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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。三六六，我留个一二三吧。不要。四，少一个，少个字儿。你没有诚意。二三四六，你差个五，你再来一个就赢了，姐姐。差一点，对，有价值的两只囚鸟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有玉佩了，对不起。所以这个环节胜出的就是周深，周大人，有请你的玉佩，来给我点掌声。知道再多，也让你烂在肚里。对。不知道沙哥在那边过得如何？来了啊，走你。OK， 2251，要脸儿，126，行了，三个二啊。哦。21324，1234有了，5156。四，杀四行，杀四，三四，来了啊！哎，俩五，五四，有四五吧，只能摇出一个236。236，好难啊，还跳着呢。走了啊！236，奇迹出现，6611，没戏了。尽力了。五人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范丞丞，得到了五个连续的数字，所以你可以获得一枚玉佩，到我们大街上
找到你的商贩来跟他获取信息。那接下来周深周大人就请你去往茶馆门前的伞店询问线索吧。